其实他自己做到啥就经常在。对对，但是有一个也有关系，对，就他有特别厚的树脂。慢慢的，也特厚的速度快。在谢谢。对，是的。几个？把那个卸了，再装上来试试。直接运转。直接运转。换一下厚度，刚才是十个，再厚点能试。嗯，二十。刚才哎。对，啊，它是对应关系的那个速度。这速度不用调。嗯。你这个厚了自然就快了。最后是二十是吧？刚才咱测。最后是三十。三十，嗯，好一好。最后是二十。二十二一二一，二十六二十点六几，二十六二十一吧。那您敢来多少？刚才测了一二十，一个十的。随便。随便无所谓，切泡沫香气嘛，它运转就行。把这个速度降下来。那降不了吗？那一降，它那个厚度就，厚度不变。厚度可以增加。您这个刚才那个。这一百零八。一百零八啊。对，我得确认一下是吧？没，应该看它这个都是怎么。得确认一下。刚才那个。二十七啊。确认。确认。速度又，他们直接调过了，按他这个厚度，您看刚才一百零八，现在一百四十九。对，你厚度就得。就是说还可以再往上调。啊，有。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往上，往下降。你一弄就变过来了，没用。嗯。你确定？您就别调了，看他这样是不是这个？哎，这样就应该是行了，一百零八转，然后厚度是那个。啊。行，那按确认了吗？按确认。又回去了，没用。它速度也行，它就是这个，这是最高的速度，就是三十二七二七毫米厚度是这最高的，最高的最高可以高的可以比它低，可以比它低。速度越快，厚度越薄。越薄。速度越慢，厚度越厚。越厚哎，来。里边空就是，但是哎，对，是这意思。应该差不多是吧？那就这个这招，有点蒙了。刚开始那个就是你。